我是嘉义，要开始做27小时的火车回石家庄啦。4号。干净的枕头，还有被子，嗑瓜子。快，感觉好贵哦，好贵哦，好贵哦！还有小明吗？小可爱。还有呢？你们快看呀！那么，不要！不要！小轩你哦。我应该买了一袋子蓝莓。啊，可大！我终于回来了。好啦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